大家好啊，咁我哋啱啱嚟到动物园又揾到两只熊猫啊，系啊，咁啊呢两只熊猫咧，听讲系啱啱翻到嚟呢个 SoGo 铜锣湾啊瑞联镖行，系啦，呢两只系咩熊猫咧？睇下先，呢只梅花嘅熊猫，哇，华哥好靓喎呢只，哇呢只真系熊猫啦，我哋上次喺沧海遗珠揾到只浪琴一样啦，系咯，哇，黑白，啱啱翻到，哇，好靓喎，都即系系真嘅好靓啊，唔系吹水啊，唔系吹水啊，系啦，咁最紧要个价钱都好靓，点靓法咧？嗱，大家睇啦，20,000吓、啊，梅花嘅熊猫20,000吓，咁 都属于平噶啦，平系嘛，定价偏平啊，应该因为。佢都係用7750肉，即係 base 7750咯，不過而家係 Slita 做咯 ，Slita 做 ，OK。咁啊，依只係啦 ，Chronograph 兩眼嘅 Chronograph 啦，黑白對撞啦，又低啦，即係條帶咧，即係啲復古啦，呢啲你睇清楚呢啲咁嘅紋，真係復刻嘅，係復刻啦，透底啦，俾你睇到嘅機芯啦，係啦，咁啊。喜歡熊貓的朋友可以下來SoGo 瑞聯標行看看，還有隻黑面白眼的 OK， 這兩隻都是相同價錢 OK， 那這集就介紹到這裡啦，那有興趣再下來 SoGo 瑞聯標行看看這兩隻熊貓 OK， 拜拜拜拜。